影帝教学时刻，先拿来啊！导演，对，导演上来放题。我已经下去了，哥。下去了。小宋，这段咱不看了，不看了。哎呀，有字儿，有字儿，有字儿啊！看了看了，其他三个人也刚看完，其他三个人也刚看完。哎呀，这开始放下了。我，哎呀！哎，这怎么样？这一系列下来全是烟雾弹，不夸到底，全是烟雾弹。看出来了。